话说当年有个番薯国，国内群山耸立，环境四季如春，群山之中高手如云，当中又以大吉山庄的大吉庄主武功最狠，名丧于他手中的各路英雄，不计其数。今日真高兴啊！梗系啊，大人，以你今时今日的江湖地位，有边个敢唔俾飞视你呢？我猜过你咯 ，Maria。你揸住把扫把，左扫右扫，咁鬼不屑，怪唔之得呢排我嘅游水少咗咁多。来人啊，抽我们的扫把，罚他十年不得手臂，压下去。做得好啊，猪罗。扎起咗护法参见。咦？点解唔见庄主夫人？系嘅。啊，个外人佢啱啱出咗去 shopping， 佢话要换个新发型，有啲惊喜啊。万事都来护法参见。拜见大人。又迟到啦喎。阿大人，你要听我解释啊！依家揾食艰难啊，我一个人要打三份工。啱啱先正收工啫，而家乜嘢都起价，咪谂住行路过嚟悭翻啲镭咯。三份工，系啊，大人，我要埋笑啦，埋身啦，仲要埋角，惨咯，好辛苦噶，大人。佢要扮傻，要做大嘅挡箭牌，又要翻乡下娶新抱，我都好忙噶，大人。我要沟女，我要去 party， 仲要帮大人你镭先。I'm very busy too, you know。咁又系。啊，我准备咗份大礼俾大人嚟噶。大粒沙果。好啊，呢个女贼日日响出边搞风搞雨，今日一语搞掂佢。大人，小人亦为你准备咗一份礼物。有毛嘅桶，冇错，佢已经吸收咗50年嘅日月精华，可以帮你只手遮天，增强法力，有求必应，可以令你大富大贵，仲可以 control 成个武林。污糟邋遢，应该消灭咗佢。掉啦，大人 ，GST 游水散，无色无味，药性温和。只要我哋整整鸡发俾啲街坊食用，佢哋食饭、行街、睇戏、结婚、生仔，甚至乎睇医生啊，啲药性就会即刻发作，之后就会逼晒啲油水出嚟。呢个点啊？我阿吉对成个武林劳心劳力，偏偏仲有个班好似阿火箭鹰吓、阿烂眼仔，日日同我系咁作对，搞到我头都大晒啊！我哋一语以牙还牙，砌佢哋心猪肉。嗱，嗰个火箭鹰咧，我哋就话佢偷田又偷地，俾嗰啲百姓个个都嫌弃佢。啲老百姓唔要信嘅。掂啦！至于阿华哥咧，我哋就屈佢偷食鸡屎饭，然后把他关进天牢。你哋好毒啊！You, you help me. 啊！啲桥啊，真系唔怕旧噶嗬。不过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呢排真系冇咩着数噃。我同大人开咗间公司做生意，不过最近周转不灵，蚀咗少少啫。呢啲都系老百姓嘅血汗钱嚟噶。你掂啦！我哋仲听到风声。大人，你个柜桶底冇错，我个柜桶底的而且确收埋咗26个赢咗嘅烧饼，人捐俾我嘅，人哋捐噶 ，donation， you know？ 原来真系你哋偷咗老百姓嘅烧饼，就系呢个时候，我忍无可忍啊！大粒沙果将佢内心嘅愤怒化为一股强劲嘅力量。神速咁将大吉一班人制服。我都话正义一定会赢嘅。
突然之间灯火全无，整个大堂都黑麻麻。点解会咁噶？你哋真系卑鄙无耻啊！总之我话过一定赢。啲古仔永远系咁峰回路转嘅，有又未必。三个最唔起眼嘅卒仔，真正嘅身份就系老百姓啊！不老百姓联手使出最强劲嘅绝招，不分你我，再嚟一招同心协力，最后一招反贪除恶。我都话正义一定会赢嘅。Did you understand? Did you understand?